好，其實對於物品嘅執着咧，好多時都呈現咗我哋內心嘅一啲嘅意義喺度嚇。呢樣物品究竟喺我心入邊有一種乜嘢嘅象徵嘅意義呢？又對於我嚟講，究竟係點樣嘅一回事？我一個個案係咁啊，佢儲好多膠紙，好多好多嘅膠紙，五顏六色嘅膠紙，大大細細嘅膠紙。咦？點樣咁得意嘅呢？而佢自己都唔知道點解嘅喎。啊，當我哋了解呢個個案嘅人生嘅時候，啊，佢又提到佢過往咧有好多唔同嘅關係，好多時佢可能會受傷，又或者傷害咗其他人。喺佢嘅生命入邊，佢好多嘢都好似破破爛爛，需要去修補。而呢啲嘅膠紙就好似呈現咗一種嘅意味，就係、是，原來佢內心好渴望可以修補唔同嘅關係，物品就好似有靈性咁，知道咗佢內心嘅一啲嘅願望，又或者係我哋可以去睇得到呢啲嘅物品啊，原來喺我哋內心入邊呈現咗一種好特殊嘅意義，每一個人都唔一樣。對於 A 嚟講，膠紙可能係一種修補；對於 B 嚟講，膠紙可能只不係一種我要不停有嘢黐住我嘅感觉，可能系一种嘅安全感。对于 C 嚟讲，啊，胶纸其实只不过系一种嘅工具，对佢嚟讲，佢唔需要好多。咁所以呢，喺大家去面对唔同嘅物品嘅时候，又去谂下，诶，究竟呢样嘢物品对我嚟讲个意义喺边一度呢？而当我有咁多咁多咁多余嘅同一样物品嘅时候，可能呢嗰一样物品对你嚟讲有好深层嘅意义喺度都唔定喎。翻去谂下。